的顶棚又吹跑了，快点！这拉不动啊，这拉不动。来，那个勇哥来搞一下，我来，我下去拍个镜头。拉不动就对了。快点，你不要装睡了，快点。你不忙，待会没得饭给你吃的啊。我晓得搞个菜啊，这厨房机。感谢勇哥啊。尽扫地多啊。还真是1916，我以为你又是搞了个鬼空盒子的。你做那个仪噻，你搞工程的这点不懂。哎，九哥，你喊小鬼子吃饭。哎，他妈的不用喊他，不用喊。嗯，饿着，叫他们起来帮忙烧个火都不起来，不管他，走，我们吃去。到了都不给他，是要给他点教训。到了都不给他，先搞瓶啤酒润一下口啊！我先干了啊，你们随意啊！来来来，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兔年大发，大发横财啊！今年可能小朋友到30个 W， 搞不搞了？是吧？哎呀，必须的。九哥，院子里我确实喝醉酒，找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啊！没事，都过去了。我也怪院子挤的，过去了，过去了，过去了。我有国法，家有家规啊！别说以前的事，这个话以前的事的还提什么？对，这事都过去了。嗯，就今天那个年过，我们明年就是说有缘，这个两口子啊，是的，积多利少。嗯，因为要不要再出个镜？好多粉丝挺关心。挺关心我的事儿的，挺关心你的事儿。哇，现在就可以录啊，抓紧了。好好，快点快点快点，手机给我。来，我出去聊两句啊。好好好。哎，你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啊？你这么小，我这么大的年纪，要是你爸知道，会不会反对啊？我觉得每个做父母的，他就是因为你这个人也挺好的，挺实在的呀，就喜欢这种大叔型的，疼人呢。不要说白了，我只能说，我该跟你说，你是我第二个我妈。好，三五照吧。说白了，你还没到我身上钱多。你要不要吃嘴巴子？别闹了。要打理也是困难的，安排的。哎，你们两个都别闹了，困难。我到底两个？当时勇哥，哎，勇哥也别说了，小妹找我。我说你俩都别闹了。这事也一样是一样的，不是吗？谁跟你商量？谁跟你理气？勇哥，如果说你有个理气，你去三个人过来分了，你不是倒了？等会我酒没喝完呢。等我把酒喝完走，别闹，走。居然是不是不得了的啊？没，得了老子说的哈。走，啊，走。等一下，这是小姑。闹院子不能闹的，过年过节的啊，哥哥。又把那个这个，哎，有点啊。老爷妈，你看到妈了？不加回应了的。越搞头。啊？嗯。什么？不能闹，不能闹。那得了我说这是啥意思啊？就说你。我跟你有缘还是有仇啊？还是咋的啊？啊！你每次喝点啤酒，得到我说。我喝酒。啊！不闹了，两个，勇哥，上现场直播，老子敢打点人。你们猜我敢不敢？你们猜我敢不敢？我都说一句，他敢先过，老子就敢打点人。都他妈当个睡神了，
一天睡他妈二十多个小时还睡不醒，起什么作用呢？小胖在上课，小胖的课讲的那个讲堂蛮好，都算院子每天不开火，我出去我能自己保证我一二三三有钱吃饭，我能保证我天天有烟抽，还要搞腰果腰肉，是吧，小胖？我抽的烟是腰果腰肉。哎，兄弟，看到个张白金没有？没看到啊。